好看呢、欸。真的吗？啊，第一次看到你本人啊，而且、我看到你，我才知道原来你的眼镜是没有镜片的。好、这个戴四十几年都不要镜片。四十几年了，哎，对，是，可能是因为习惯新的关系啊。那你拿这个干嘛啊？这个枪啊。你平常有打，真的有打猎啊？啊，这个是打猎。这个哈、我的兴趣赌钱呢、我的兴趣这个喝酒啊，我的兴趣消解啊，我的兴趣这样子拿枪这样子运动运动走一走啊。拿枪运动？啊，对呀、啊。你打过什么吗？猪还是什么？山猪以前有了，有。我很少打个，兴趣很大的，走路蛮轻松嘛。哦。只能用这枪啊。那我们今天是要来找那最勇敢的猎人。台东最勇敢的猎人，你知道是谁？最勇敢的。是我。是你，托你。为什么？老牌谐星 Tosla 说他就是我们要找的人。我们很怀疑，因为啊，他现在主要的工作是经营这家脱线战斗机农场。他的脱线统机远近驰名，每天啊，只是带着他那一把有执照的猎枪巡视农场，驱离偷吃鸡的野狗而已，而不是真的猎人。是啊，托索爸爸说啊，他认识一个最厉害的猎人，赶快带我们去啊！好，走，走 ，Go, let's go！ 哎，啊 ，Come on, let's go！ 你们要练、英文就对了。哟，走 ，Come on, baby！ 就是那个最勇敢、最厉害的猎人住在这里。不，那个。最勇敢是我啊！啊，勇敢是你，厉害是他。哦，这样子、哦。对对对。都对不对嘞？哎，加入。哎，他叫贾木啊！哎，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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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坐下一下。贾木，哎，你好，你好，你好，他叫那个阿文啊。听脱线爸爸说，你是最厉害的猎人。啊，比较敢冲而已啦。比较敢冲而已。哎，啊，最啊他是厉害的。我是勇敢的。勇敢的猎人啊！你怎样勇敢？你说你上去，你打过都没有打到，打过几只山猪？有几只？没半只。那最厉害的猎人，你曾经打过几只山猪？你总共打过几只山猪？十年里面大概有打到300多。那你一天最多打几只？大概差不多最多的话，含小猪一起算的话，大概有打到五只。一天里面打五只，多谢爸爸。你看人家多勇敢，多厉害，你冒险要讲。贾怒。那、既然你那么会，那我们现在就去打猎啊！哦，不行，今天不行呢。啊，为什么？因为我们那个布农族哈、要去打这个山猪啊，去打猎的时候，也要看那个我们昨天晚上梦什么梦，有没有好梦，然后也要进要看说，今天早上的鸟的声音是怎么叫？是。假如鸟的声音好，叫得好的话，那我们就平安回来。假如说鸟的声音。叫的不一样的话，我们会听嘛？啊，所以就不能去啊。我早上去这样去上去的时候，那个鸟的声音不对了。哦，它有预兆给你们就是。有，对对对。啊，昨天晚上的梦也不怎么好，好像不会有什么收获。啊，所以呢，今天大概不适合去打猎，去打山猪。这容易啊，你看。嗯。那讲吼，参照我来讲吼。嗯。我那祖先在讲，早起啊爬起吼。嗯。啊，去看到要出山哦，哦，迄天。好了，顺顺了。安尼哦。啊，那看到迄个人咧带新娘哦，还忝啊！伊讲那做生意拢要紧。是哦，可是多谢爸爸，你遐侪年拢无拍过一只山猪，就是你梦好甲梦无好，甲听迄叫，我感觉你是无关系。我唔会依靠你。今天虽然无法上山打猎，到贾怒家参观一下，也会有超刺激的体验哦。啊对了，这山顶有自己找来房间啊。那个啦，什么？山猪的那个头颅。对呀，哎，这个不要怕，这个已经打死了。这个已经没有了，阿弥陀佛。哦，这都是你打的，是，全部好勇敢哦。我可以跟你握一下手吗？可以啊，可以。这獠牙很猛哎。是，山猪很凶猛。这
是甲怒强壮的手十几年来的战果，他很有心地将特别凶猛的战利品搜集下来，这也是布农族猎人传统的做法。猎物由族人共享，头颅、獠牙由勇士收藏。那你最近还有没有打山猪？还有。还有啊，还有再继续再打，你要看，大部分都是在我们这个盐品事业区了，是啊，因为都在危害我们农作物嘛。来，那我看拿一个山猪给他看。等一下，山猪怎么在这里？一只吗？这个里面有两只。怎么装回去？冰箱两只，山猪有这么小？迷你。你拿给他看看。哎，我拿给你看了，我主要是还没拿起来哈，那个等一下，那个我们要深呼吸。哈哈。在火蛋，你看这个啥？没见了，没见了。看他眼睛，他在瞪你。来看你啊！你敢吃猪肉吗？你看这样，怎么不敢呢？他一直看着，你敢吃吗？其实他长得很漂亮。人家才会得霸王龙的哈。180这个也是公的吗？这个公的才有办法做那个纪念性。他们明明在山上做，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牙齿？这种猪我没有打掉，没有办法跟安竹啦什么样的，对啊，讲不了破坏，对，安吉嘛，加安竹加竹吉啊，加高丽菜加什么东东加，哎，你安竹点头啊，眼睛存在。所以它要危害我们的农作物，所以我们就一定要。那它会攻击牛是不是？会啊，它会追人啊，还有追狗啊。你伤很多狗，你看我这边都记载说伤我几只狗，伤我。啊，你还是记载这个？有啊，它有记载啊。原来贾诺记载的除了猎获的时间地点外，最重要的是他心爱的猎犬有几只伤亡，爱惜共赴战场的伙伴也是勇士的特质。在群山峻岭的台东，山猪常常是原住民农作物的天敌。在山猪园时，阮先生告诉我们，山猪有高脚跟矮脚两种。以地域来划分，海岸山脉的毛色较浅，中央山脉的毛色较深，而公猪较凶猛。母山猪多半生产前后也很凶猛，它们多半是以小群居为主。那你今天要好好睡哦，好好休息，好好睡。你的就是梦里面的鸟啊，或是什么？好好的沟通一下。这个原住民有个比较野心的，一两个年的困了，一摸那个金子，你爬了哇！啊没有，你冇电话归好，哈哈哈哈哈，你冇的，对啊，好，谢谢，我们改天再来，谢谢，记得来我们了，谢谢。我等你们很久了，说到现在才来。没有，最后还有做梦。有，那个梦很好。那你今天有没有去听鸟叫声？有，那个鸟也是很好，那个飞的方向也是很对。应该会有了。那赶快带我们去打猎。是，去了上去了。走。哥干嘛？等一下。这只就是贾怒最勇敢的狗，它的一条腿就是被山猪咬断的。当贾怒上山打猎时，他养的狗群就是最灵敏的前导和最忠实的伙伴。我们现在已经爬到山上来，那我们要去抓山猪，可是在之前贾怒说我们要先祭拜，有一个仪式要先祭拜一下。对，我们现在要祭拜一下才能去抓山猪。我的妈妈现在都把你唱我卡了苏比罗伦이시계절다동물다방가입매시계절상가입인하뭐나무라는가입인러버거로응하이응또라나치무마라긴다는하이남이독상우스봇라라나포아스나하이후루키누담인도코만하칸와바민도년와자야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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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晚上有三次在那边偷挖地瓜，因为有三叔的痕迹。那这样子的，昨天晚上是三叔冲的，抓地牙冲的。他用他的獠牙吗？这个不一定，冲的话，这东西都是利用獠牙了。用他的那个，用他的那个鼻子，前面那个鼻子。跟他三个鼻子一样，尖尖的。是国王的脚啊。山猪留下的踪迹之后，为了要加速搜寻的速度，小木决定兵分两路，自己抄捷径先上山去。躲在上面去，还要再上去、还要再上去。你要不要吃点东西啊？这是干面包哎、我们中午都我们吃，我中午都不吃饭的。哪有体力啊？来，你的体力就到晚上。到猪才有体力了。刚刚猪就高兴就忘记了。忘记了。下午找不到哦，就杀狗了。不行啊，那么勇敢的狗怎么可以杀？接近中午，仍然没有看到山猪，猎人们此刻也开始商量新的战略。其实我觉得这个都是动物的本能嘛，因为山猪会不会能作物啊，适者生存，物竞天择。